家就在辽河边上，往上几辈子都是地道的庄稼人。打小我就喜欢在熟透的庄稼地里疯跑，几十年了，都忘不了那秋风送来的稻谷的芳香。 我们家做粮啊，就是太拿那小官儿当回事儿了。自打他当上了信访局长，下班越来越晚，回到家话越来越少。我真该告诉他，你就把我当成上访户吧，也好让我多听你说几句话。 这人呀，活得太累，一天到晚呢，也不知道忙些啥。该他管的他管，不该他管的呢，他也管。爷爷总是护着他，眯着眼睛说：“这就对了，随根儿。” 撞得好，把那边人给我撞倒了。 几点了？还早。要去沈阳啊？我去河西。哎呀，你记得今天给潘鹤打钱啊！听到没有？记得给潘鹤汇钱去。我今天有急事儿。哎，你可总有急事儿啊！那孩子在学校就不吃饭了？好了好了，你别管。哎呦，人家每天累的脚不沾地的，多一步道都不想走。你快睡吧。我还睡啥呀我？ 我都让你给折腾精神了。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局长打电话。各家各户的老少爷们们，赶紧出来呀！咱得要地去，咱得活命啊！赶紧村口集合了，地头。 你是一村长，你得去看看呢。我家墙被推倒了，门给撞坏了。报案打110报案呢？报案得你报啊！他不光冲我一家啊，他们现在正闹事儿呢。来几个人过去看看。我们靠种地吃饭，挣的是辛苦钱，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他们要去县城，快把他们拦住！快点！停！大家听着啊，今天这个事儿，说轻了是民事纠纷。 说重了是破坏他人财产，啊！国有国法，村有村规，谁也不要以身试法。大杆子，你下来，先把我这大门赔了。赔大门？你活该！你先把地还给我们，你们吃的满嘴流油，让俺们喝西北风啊！对，我们要土地，我们要活命。谁不让你活命了？你们是自作自受。大伙儿看见没？村干部不管，咱们找人管。老少爷们们，走，找地方说理去。 管不了。二杆子，潘局长，你小子是走到家了，你不但破坏他人财产，还煽动闹事，抓他！ 对，抓起来！哎，对，墙是我撞倒的，抓我吧！抓什么抓？不能抓人！潘局长，这小子反了，滚让他，滚，同志，滚进来！抓了我有地方吃饭睡觉了。放开，放开！潘局长，你是局长，河西村的干部打人抓人是家常便饭。今儿你正好赶上了，就看你是给他们村干部撑腰，还是给咱老百姓做主。不管是村干部还是群众，都得依法办事。二杆子。 你犯法在先，你知道吗？你们把几千亩地吞了分了，我犯法呀？那事你跟我说不着，拉倒吧！你们村干部沾亲带故，官官相护。潘局长，我打电话让乡里警察来。怎么的，老孙？谈下事儿行。乡亲们，潘局长今天来就是专程解决河西村问题的，咱们别嚷嚷好不好？乡亲们，来，老师傅。 土地量化这个工作呀，已经折腾好几年了，县委县政府呢也非常关心。这话我们听多了，几年了，这地不还在他们大户手上吗？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农民，我知道土地对大家意味着什么，那就是命根子。大家提出的要求呢，也都合理，我非常理解。我可以这么说，只要你是这个村的村民。 谁也不能剥夺你拥有土地的权利。那好啊，今天就把地退给我们吧。退回去？做梦呢！我手里边有合同，白纸黑字上面写着，红疙瘩上面印着。你想撕毁合同，没那么容易。合同？你别老拿合同吓唬人啊！国家现在减免农业税，就是让俺们农民好好种地。你今天就说破大天，这地该退你也得退。凭啥呀？我交了30年的承包费。对了，退地也可以啊。 把我交的承包费，加上利息，连本带利的还给我。钱交谁，你跟谁要去？还有，我打的机井，盖的泵房，都得做价，做少了还不行呢。哎，你们村委会把钱弄哪儿去了？还给人家，把地给我们赎回来。不是二杆，你跟山货什么玩意儿呢？当初你们看种地不挣钱，跑城里打工去了，土地都撂荒了，是村委会帮你们租给想种地的人。现在又来找后账来了，好事都成你们的了。 这叫啥话呀？啊！国家有新政策，二轮承包我有份儿啊！好了好了，乡亲们，你们也别吵了，说来说去都怪我，我来晚了。今天呢，我就要向县委汇报这件事情。我在全村人的面前立个军令状，不管遇到多大的麻烦，土地量化工作啊，在今年冬天一定完成，我保证绝不耽误大家明年存耕生产。大家说好不好？不相信是吧？ 乡亲们，我们信访局是干什么的？就是为你们办事儿的。今天就开始工作，我们留下人，与村干部一起先把土地登记一下。大家把相关的材料都带来，咱们1亩地1分地的具体落实。我把乌纱帽交到大伙手里，办好了再给我带上，办不好我也回家种地。 潘局长，县里快插手啊！这摊子我可收拾不了了。原先的村主任是孙玉新吧？要辞职2、3年了。嗯，你们什么亲戚？就是姓孙呗，都出五福了。嗯，他现在还在这村住吗？不在，在县里买的房子。那你说说吧，事怎么就闹这么大呢？潘局长，你知道，我当这个村主任刚2年。嗯。 那些上访户把土地转包给种粮大户，都是钱主任经得手，和我八竿打不着。哎呀，什么前后的，你就记住6个字：留住人，解决事儿。赵二嘎他们向种粮大户要地，种粮大户又向我要钱，我是要钱没钱，要地没地。那土地承包的转租款呢，都弄哪儿去了？师傅，这笔烂账一直在这锁着呢，我可没敢碰啊。 地没了，也没捞着钱，你说他能不闹吗？是啊，村民拿了一部分，但是小头啊，大头在哪我也不知道。喂，是我，我在河西村呢。什么会啊？好，我马上回去。喂，你要走啊？我要徐他们留下，不能再乱了。哎呀，我。我就怕那个害群之马，谁呀？赵二杆子呗，老知青留下的孩子，没爹没娘，一个混子。看把你给难的，做一下安抚工作不就完了吗？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这账本，可千万得保护好。那我知道，那我先走了啊。 小梁啊，河西村的这个街子该出头了。是张书记，土地问题是个火药桶啊。小梁，在政府干部当中，咱俩对话的次数最多了吧？是我给领导添麻烦的时候最多。麻烦？县委的意图可是把最放心的干部放到最不放心的岗位上去。我来信访局1年多了。 本来呢，想为县委当一座防火墙，可差点把火烧到县委大院了。左良啊，你这个想法就不对。老百姓是火嘛，要善于疏导，要站在他们的角度上去想一想他们要求的合理性。确实感觉到压力大了。压力小了，我让你去干什么呀？啊，县委、县政府啊，现在很多的政策。 都朝着信访倾斜了，我知道，知道就好。那到时候信访工作要是上不去，上访率要是下不来的话，我就拿你潘佐良试问。张书记，咱们县的上访率高，是我头顶上的一座山，我明白。瞧你那个熊样，这点事儿都扛不住了。咱们村那些鱼比虾蟹，能整出啥名堂？查我！ 我怕他们查呀！我的那些账啊，比比清楚。当初的合同，那都是按了手印的。天王老子来啊，我也说得清，道得明。不是，我怕这火越烧越大。你把腰杆子挺直喽！有你这么当村官的吗？啊？我这30多年呢，怎么过来的？ 没有那弯弯肚子，我不敢吃那镰刀头。我办的哪件事儿，那不是为村民好啊？这印把子移到你手，我咋就成了革命对象了呢？啊！我现在就是钻进风箱里的耗子，两头受气。 老板娘，老太太又来了。 里边坐。姑娘，来杯酒。哎，来嘞。哎呀，想不来呀，没办法，跑这么多趟，您可真不容易。要是没指望，就别再往里搭车钱了。搭车钱？我还有车钱。哎呀，这50多里地。 您是走着来的呀？走惯了，穷命。哎，闺女，哎，麻烦你给我来碗热水呗。好嘞。你出门以后啊，往左前边看。哎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呀，这儿呢。来，燕儿上来。金秋。哎，燕儿。哎呀，干嘛呀？你看这是什么？谁有这么大本事啊？这你就别管了。有这个，那真就是一字千金了。嗨，那是啊。哎，我妈说了，你呀得先去县法院工作去。有了这封信，我就不着急了。哎，那可不行，咱妈可把房子在市里都买好了。知道了。行，走。干嘛呀？ 这么大的事儿，咱不庆祝一下呀？不行，我还有工作呢。啊！哎呀，你可真是的。哎，单局长，我都找你2天了，啊，河西村的事儿啊，书记已经把我们逼到胡同里了。哎呀，什么组长，我就是给你当马前卒的，啊，时间你定，我找你，见面说，见面说，嗯。 你就是潘局长吧？你老好，我是潘局长啊。我找你好几趟了，都说你啊不是开会去了就下乡了。今儿我可看见你了。我呀是黄家岗子上访专业户，老冯婆子。快请坐。我别坐这儿。怎么的？整埋汰了我。这就是给你老人家准备的位置，快坐下。 潘局长，哎，我这事儿就非得你办了。好，好，好，你等一下。哎呀，你这，哎，那个老徐啊，你和那李燕过来一下。丽娟大姐，咋这闲着啊？我来抄表。大姐，不是听说你调工作了吗？啥？谁说的？姐夫也是，怎么还让你楼上楼下的跑啊？他呀。 他怎么了？他大小也是个局长啊，我指望不上他。你可别逗了，真的。再见啊！好的。大娘，您放心，您的事儿我们局长都记在本子上了。哪回领导都往本子上记呀？光看见写字儿，没见着办事儿。哎呀，这黄家岗子离县城那叫50多里地呀、我一年。 都得跑5、6趟啊！大娘，过几天我去黄家岗子看你了。你别拿那好话打对我了。那能呢？来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事儿呢，你给我打电话。大娘，中了，天儿不早了，我走了。潘局，大娘。 你把这双新鞋换上吧，潘局让我给你买的。大娘，换上吧，穿上吧，天凉。好那么点。 说了不用来接我，我又没带东西。妈，我不是想早点看见你吗？再说了，那汽车呀也没个准点啊。要是有个手机就好了。哦，就为了接个站。你说说你一学生，出了宿舍门就是教室，那那玩意儿干啥？得了吧，我们同学人手一个。行了，知道了，回家吧。 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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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啊，谢谢，十分感谢，哎。你好，信访局。是我，丽娟。没事老打什么电话呀？我这好不容易才闲了一会儿。你以为人家愿意给你打电话呀？什么事儿？潘鹤回来了。是吗？什么时候啊？就刚才啊。做点好吃的。知道了。 哎呀，潘鹤啊，哎，吃饭了啊！啊，好。妈，我爸怎么还不回来呀？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？别打了，没用。妈，我买手机那事儿，哎呀，先别着急嘛，等你爸心情好的时候再提也不迟啊。等他心情好，那没指望了。为啥？信访局长能有什么好心情啊？这孩子。妈，这能行吗？哎呀，咱一个老百姓哪有张嘴就行的事儿啊？哎，好像就这个门儿。是这儿啊？是，是这个门儿。走。 这是潘局长家吧？啊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呦，大妹子，你是贾丽娟吧？你是？你们单位的赵玉秀，是我俩姨妹妹。玉秀姐啊，哦，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啊，来来来，快进来，这是你女儿吧？啊，是是。大姨，我叫齐春英，快进来，快进来。哎呀，常听玉秀姐说起你啊。 医疗事故把孩子害惨了是吗？可不是咋的呢。哎呀，那个什么，这……哎，我爸可不让收礼。对。哎呀，这算啥礼呀？自己家养的，就是一点心意。哎呀，老徐啊，黄家岗的冯大娘那房子，多大的事儿啊！啊？ 让老太太跑了5年，也不是什么大事。那信访局办这个事儿困难吗？这来回踢皮球呗，谁都不愿意管。你看着吧，河西村啊，也够咱们喝一壶了。哎，对，那个嫂子病怎么样了？还行吧。反正再坚持几年，我退休了就当个全职保姆。河西的事儿我尽量不牵扯你。没事儿，我已经坚持这么些年了。 那辛苦你了，老徐啊！爸，你回来了。我今天都没去车站接你。没事。啊，来客人了。啊，快倒水。啊啊，这是我同事的姐姐。啊，你好。你好。找我办事的吧？嗯。啊，没事。潘先生。那这个。 哎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潘局长，别！你要这样，我也得跟你对。别！潘局长，你可千万别埋怨他，我俩真的都不认识。我这真的有什么话起来说，大姐。起来啊！好，到家了，起来说，起来说。怎么个情况？潘局长，我闺女这事儿啊，都2年多了，这2年我到处跑，到处找啊。你说我挺好的一个姑娘，愣是被他们割成废人了，找谁谁都不管呢。 潘局长，我今年才28岁，丈夫说我不是女人，跟我离婚了。可是他把孩子也带走了。医院怎么说？医院说你爱找谁找谁去。那就告他。告了，可是法院不给立案呢。为什么？ 那咱也不知道咋回事啊！他一会儿说缺这个，一会儿又说少那个了。后来他们想庭外调解，可是光说庭外调解，1分钱不拿呀，就这么硬拖着，一直拖到现在呀。你放心，你们这个事儿呢，我一定会妥善处理。回头我了解情况以后，一定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太谢谢你了，别客气。 那个，这些啊，你说这年头送礼哪有送这个的？玉秀吧也跟我说过你的为人，潘局长，你要是怕沾着我，那我把这东西拿回去也行。这东西啊，你还是拿走吧。我说拿走了吗？收下。哎呀，太谢谢局长了。别这么客气，快倒水。吓了我一跳。慧儿啊，你咋回来了？啊，你们先帮我把这个拿上。哎呀，沉。这是干什么呀？这是？这呀，这是我爸受贿来的。受贿？行啊，你爸这是长本事了。我爸说这鸡放你这儿寄养2天。啊，中。哎，这还没放假，你咋跑回来了？我不是想你了吗？不能来呀。嗯，能来能来。哎，何啊，那事儿跟你爸说了？我妈说让我等时机。时机到了。 真的，我爸同意了。你看，拿给我看看，爷爷，快点。装不起。嗯嘛。装不起。爷爷，你快点儿。这么多，我爸直接给我不就完了，还非拐个弯儿。哎，这事儿说好了，得保密。 这事保密什么呀？你爸的手机就成那样都不换，你还是个学生，他能同意给你买手机？那这钱保密，算了吧。咋的了？这钱不够啊？这手机本来就是面上的消费品，你非让我偷偷摸摸的享受。 想想就别扭。一会儿呢，把我扔到黄家港，你们直接奔河西。这次主要是找重量大户谈话，弄清楚承包费的事儿。要我说啊，这事儿跟咱信访没啥关系。不管啥事儿，相关部门都能找到不想管的理由，可信访局不能不管。最后啊。 还是得归到法律上来。中了，嗯，花局长说了，今儿个上咱家来看吧。看看看，那光看有什么用？人家还给我名片了呢。哼，你咋啥话都信呢？人家那可是局长呢。局长咋的？局长就没有假话？就你心实。 来来来来，来！那个冯大娘的房子怎么盖出卖了？你原来打电井的时候留下破房子，那原来的呢？给孩子看病没钱，卖了。来！老太太，大局长看你来了。哎，哎呀，这是冯大娘，我来。韩局长啊。 你真来了！我是特意看你到咱家来了。那快别挤我！来，给我！哎呀，局长，哎，局长，这哪是你局长干的活啊？不是你大局长干的，这咋就不是我干的活啊？我就是干这活长大的。哎，我还不是干这活的。来，身上再添一勺。来，这粥看来不太好烧。跟着坐下。哎呀，这还搁缸子顶上。 冯大娘，哎，房子住几年了？5年了。啊，您坐。你好使，你好使啊你！啊，你好使。大娘，大兄弟那腿还能站起来吗？站起来啥呀？站不起来了。 潘局长，这是我们孩子他爹。85年呐，就因为不大点儿的事儿，跟人家口角几句，就让人打了个重伤。这一躺就15年。他死了，镇上看我忒困难了。 就让我那老实巴交的儿子去到派出所当协勤，这孩子心眼实，装着耍钱的，得罪人了。夏儿回家的时候，在道上就让人打残废了。人家公家说了，不在班上打的那不算工伤，人家不花钱给治。可我这当妈的，不能让我这儿子这么挺着，我就是砸锅卖铁，我也得给我儿子治啊。就这么的，我把那边房子卖了。 大娘，你的事儿呢，我一定帮你解决。可是眼下得把这房子好好拾掇拾掇，不然怎么过冬？拾掇房子，我这辈子都不想了，不想了。村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。 你说，作为前任班子，能躲得了干系吗？现在老百姓的眼睛全是放大镜，你有一他能说十，你拿个芝麻他说你抱个西瓜。这违反政策，把几千亩地都包给自己的亲戚，这芝麻可真够大的。不是，原来那班子吧也有难处。你说当初种地不挣钱，很多农民把地扔下去走了。 村里要劳力没劳力，要农机没农机，如果不发包出去，那地就得在那荒着。老主任动员几个大户把地种了，这不对吗？好，现在看政策好了，这个地又金贵了，想扔就扔，想种就种，啥事不能可一头热乎，对不对？那也不能。哎，潘局长，啊，这边差不多了。好好，我们这就过去。 走吧，哎，孙主任，今天这事儿就先到这儿。过几天呢，工作组要进村，他们该找谁谈话找谁谈话。我希望你们还是把这个工作协调好，好不好？好，走。嗯。大局长啊，晌午了，饭我预备好了。啊，饭就不吃了。河西还有两个同志，待会儿开车过来接我，回去还有事儿。咱们先说说冯大娘这房子的事儿吧。潘局长啊，我要是早认识你，兴许……巢里没人呐。巢里没人，就应该住这样的房子。 啊，这怎么过冬啊？你说这？那还有人说这日子比旧社会都强多了。哦，这老太太啥都说了。以后谁要是再跟你说巢里没人，你就跟他说你有个儿子在县里当局长，官说的越大越好。别说信访局长，我可不敢贸然关心。 老黄，你往那边。大娘，不是你冒人，是我想冒人。今天呢，我就认下你这个干妈。老娘在上，受我一拜。你这不要烧死我这穷老婆子！老娘，快请坐。哎呀，老太太，你行啊，捡了个局长儿子来。 那好，你帮我妈办件事儿，说，让你盖个房子呢，那是难为你了，装不电话，装电话，看把你给吓的，费用我们承担，这话说的，这点钱，村里还出得起？那行了，老娘，我给你那名片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别拿别拿，我告诉你啊，等我黄大哥把电话给你装好之后，你把我那名片呢贴到电话上，啊，那里边有我的手机、办公室电话。 有事呢，你就给我打电话，啊！别老往城里跑了，年岁大了。我先回个电话。老太太，这回行了吧？行了，行了。这仗甭几天了，没几天来了一帮人。下手挺快，我怕谁？我那劳模证书。 还是县领导亲自发的呢。交工。喂，夏主任吗？还有事儿吗？夏主任啊，我是信访局的老徐啊。哎，徐科长。 我刚从政府出来呀，还是冯老太太的事儿啊！哎呀，我的腿儿都跑稀了，没办法呀，囊中羞涩呀。我跟你讲，潘局长已经是下了命令的，今年上冬以前一定得让冯老太太住上新房子。潘局长管得了民政的事儿啊？如果信访局能够出钱给冯老太太建房的话，那当然好了。不是夏主任。 你有没有到黄家岗子实地去看一看啊？哎呀，老徐呀，看不看都一样啊。那咱们见面谈谈吧，好不好？什么时候啊？现在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老徐啊，我这挺忙啊，咱们改日再谈啊，改日再谈啊，老徐。嗯，哎，嗯，好好，嗯。喂。老孙呐，来，坐。哎呀，今儿你咋这么闲呢？要是闲着，就不来找你了。我呀，都快成通缉犯了。你不是已经辞职2、3年了吗？几年也架不住秋后算账啊。村里封账了，要查我。明摆着，有些人要把我送进去。 别紧张，村里干部啊，吃吃喝喝是免不了的。你干了30多年的老村干部了，还能往法律上撞吗？单局长，咱俩知根知底，村里的钱花哪儿了你也清楚。人家上级领导来了，给村里办了那么多事儿，能到饭点让人家走吗？你今天就来跟我说这事儿啊？ 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，你不能看着我不管吧？嗨，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，啊！张二杆，什么事儿？我来上访啊。还是要土地的事儿吧？比土地事儿大多了。 什么事儿啊？这是什么？刑事判决书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上面写着呢。赵文革强奸罪判决书，1975年10月。赵文革谁啊？我爸。那你爸呢？死了。 25年前，这事儿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你说你把它拿来干什么呀？觉得光彩吗？可我爸是冤枉的。强奸罪没有事实，法院能定罪吗？被害人是谁呀？我妈。你爸强奸你妈？嗯。什么乱七八糟！ 你这不是胡闹吗？是法院胡闹。那你找法院去。你这啥态度啊你？我这就是依法办事的态度。上诉期内你找法院，过了上诉期你找政法委。我就找你们信访局。你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呢？哎，你这人有病吧？呀，东街卖龙套，西街插嘴，你算哪盘菜呀？你甭管我哪盘菜。 我今天就要管管你，你别给我装大爷啊！我找的是信访局，信访局他不管你这事儿，管不管你说不算。你爸是强奸犯，我看你也不像好东西。你再说一遍，我再说一遍怎么的？你再说一遍，我再说10遍我也敢。建秋，你还有完没完啊？没完！我知道你俩啥关系了。你行啊，当信访干部还找个不讲理的保镖，我找你们局长去。老娘，怎么样？好，好啊。头些日子给你捎去的那个大米和肉吃了没有啊？吃了，可香了。是吧？怎么样？乡里管民政的干部去了没有？嗯，没去是不是？那什么，你呀，就别管了，啊，别惦记我。 这么多年都挺过去了，今年呐，我们娘俩还在这儿过年啊。那行，过两天我去看你啊。你是老同志了，有些事儿能掂出分量来，如果不出大个，大伙都会拉你一把。但是有一条，当朋友你得说真话。老弟啊。 我都折腾这半辈子了，到这种时候，我还能让你当领导的去做辣吗？再说，我也不能光找你一个人了，啊！我知道，你老孙是手眼通天的人了，啊！好，再见。嗯。潘局，哎，老徐。 我正要找你呢。这是河西村几个重量大户的情况。黄家岗子冯大娘那事儿怎么了？电话打了无数个，这夏主任呢，推了初一，推15的。老徐啊，你是个老信访了。我记得你曾经告诉我。 上访案件积压的时间越长，办事的人就越不当回事儿，想办事得登门，得逼宫啊！潘局长，今天啊，你一定要把这事儿跟潘局长明说。你要不说呀，我去说。我知道了，我去说还不行吗？嗯。潘局给我打电话了。啊？ 你看，你净给我添乱！我爸从监狱出来，人瘦的都不像样了。第2年冬天修河堤的时候，翻车被砸死了。我妈就带我回到河西村，6岁那年也死了。我就成了黑人孽种。 小伙子，我非常感谢你，感谢你跟我说了这么多心里话，信得过我，信得过我就把这些留到这里。潘局长，你，我找法院替你发言。进来，那好，那咱们就说到这儿。行，潘局长，我回去等你信儿。好，路上小心，我就不送了。 嗯，这个齐春英的医疗事故案子是你接访的吗？啊。这接访记录都是你做的是吧？嗯，按正常上访程序做的。正常程序解决不了问题，再正常的程序也变得不正常了。你看看，这是你第1次、第2次、第3次、第4次，完全一样。你自己看看，连字数都一样，那还不如复印一下放在里头，不更省事儿吗？做这种无效的重复劳动又有什么意义呢？ 事实本来就是那样的呀。事实是什么？事实是齐春英被医院的医疗事故造成了终生的伤害。事实是医院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。事实是齐春英求告无门才找到我们的。那我有什么办法呀，领导？法院、医院、推诿、调解，谁都知道这是个扎手的刺猬。为什么不汇报？那全局有上百件案子呢，我不能样都向领导汇报吧？所以你就这么做，做让谁都挑不出毛病的正常工作。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吗？潘局，我觉得我的工作能力和政策水平都很低，我不适合做信访工作。想打退堂鼓？我是学法律专业的。信访离不开法律的。可是我想更充分地体现自己的价值。信访工作没有价值吗？ 辞职报告都写好了。嗯。门子还挺硬，男朋友帮你找的吧？如果我不尽早的抉择，徐科长的现在就是我的未来。徐科长怎么了？不好。好。好什么呀？ 每天面对的都是一张张愤怒的、哭丧的脸，不管谁来，咱们都得陪着笑脸儿。好像所有的错事都是咱们信访局的人干的似的。我希望领导理解我。理解你什么？理解你这种做法吗？您能换位思考一下吗？如果我是您的女儿。 法律本科毕业，您是希望我在法院工作呢，还是希望我在这儿工作？我当然希望他在法院工作。我很佩服潘局长的坦率。但是，如果他的理想实现不了的话，我会鼓励他做好现在的工作，不会让他好高骛远。好高骛远？我就是想找一个跟自己专业对口的工作，就是好高骛远。 就算是好高骛远又怎么了？人往高处走。不说了，你有可能有你的道理。我现在对你的要求就是，再信访一天，就认真的干好一天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，准备好输出法律程序的所有相关材料，可以吗？嗯。 喂，老徐吧，哎呀，老大哥呀，你也太执着了，这工作都像你这么干，那咱们当官的不得累死啊！这事儿我跟你说了快1个月了吧？你就和我说1年也没有用啊！啊！冯老太太的房子可是危房啊，真要是出了事儿，我已经打电话跟村里说了，村里派人给加固一下不就完了吗？那可不行，这样咱们见个面。 哎不，老大哥，我这忙着呢。忙？你忙什么呢？走访各村的贫困户啊，事儿多呀。喂，我说老徐啊，过两天我约你。老徐啊，哎，老徐啊，潘局长，徐科长。 你就这么走访困难户是吧？潘局长，我老徐啊，打个电话，叫他们乡党委书记来这一趟。哎，潘局长，徐科长，一个70多岁的老太太，为了找民政解决困难，去城里一个来回那就是100多里地呀，5年了，这样的鞋穿坏了多少双啊！啊，老乡，你去心安理得的在这打麻将。 你说你这个管民政的主任是干什么职的？你跟我说你干什么职的？给老百姓解决困难。你就这么给老百姓办事儿吗？你？我错了。你错哪儿了？群众的利益没小事儿，百姓的事儿比天大。那你知道啊？我是到你们信访局办事的时候看见的。那老夏，你应该往心里去呀、啊。你是不是觉得你这官儿当不下去了？这个事儿比天大呀。潘局长，你不知道啊，找民政部门的。 他不是要钱就是要物，乡财政是个空壳，那不对呀、啊。县民政局每年往这个下边派发这个困难户救济金呢、啊，花哪儿去了？给的少，要的多，又少狼多呀。你看，你把困难户比作狼了，杯水车薪。杯水好，杯水车薪，杯水车薪。那你给我说说，你们乡哪家哪户还比老冯太太困难？你给我说出来。盖两间房需要好几万，我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。我让你做无米之炊了吗，老夏？啊，你还巧妇？ 咱们大家积极想办法嘛！我就不信这么大个县、这么大个乡就解决不了老太太的问题。是，是我的工作没做好，房子塌了出了人命，你到时候打自己嘴巴子你都来不及。老夏，潘局长，你放心，我就是头拱地，要把这事儿办好。你怎么在这儿呢？我等你呢。等我？ 等我干嘛呀？那个赵主任可难斗了，我怕你。哎呀，你怕什么呀？没事儿，放心吧。小事儿。嗯。我不知道您知道不知道，这件事儿给齐纯英带来多大的伤害啊？受伤人在索赔的时候都会夸大事实。 据我了解，齐春英不是正在县城里打工，活得不是好好的吗？她现在已经离婚了，连孩子也被人带走了。没出这件事儿，你敢保证她不离婚吗？可这是导致她离婚的直接原因啊！现在的刁民想要找借口，总能找得到。你说谁是刁民？你不要激动，有话好好说嘛。 也没什么好说的，要么你就按照齐春英的要求进行赔偿，要么咱们法庭上见吧。你的意思是让医院出钱用大额资金赔偿？医疗事故可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。那你们也不能就这样恶意的拖延啊！不能因为这些小小的意外就提那些不着边际的无理要求吧？小小的意外啊！ 赵主任，我再重申一遍，齐春英这个事故是重大医疗事故。你看看这些条件，这里边哪有一个是无理要求啊？凡是我们医院不能接受的，都属于无理的要求。赵主任，我真没办法跟你交流了。 我代表齐春英正式起诉你们医院，太嚣张了。要不我明天去医院再碰碰他们院长？不用了，齐春英的所有材料全部重做，特别是医疗事故鉴定，到省城找高级专家做全面性的鉴定，还反了他了。那咱们要是把材料都做好了，他们还是坚持调解，那怎么办啊？ 丽儿，能战方可言和，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，一切按照法律程序，上不上法庭得咱们说了算。哎，潘局长啊，您怎么来了？ 给你包饺子吃啊！哎，你又想买啥呀？啊？这孩子净喜欢瞎折腾，好看吧？又乱花钱？没有，我大连同学要来辽中玩，顺便我们一块儿去北京。你看看，这哪像个局长家呀？哦，这局长的家该是啥样？难道？ 还有规定啊，那起码也得像样点儿。你看咱家那电视都用了多少年了，还有这沙发，这么破，也太难为情了。你呀，真是个傻孩子。你能遮住这电视，遮这个沙发，哎，你能遮上这地砖和厕所吗？咱家这60多平米的房子，能哄过谁去啊？哎，老徐，哎。 潘局长啊，那个黄家岗子冯大娘那房子有眉目了。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谢谢关先生。潘局长啊，我明白了。那天在黄家岗子，你批评的虽然是夏主任，实际上批评的是我。老徐，你也知道，我这个人说话有的时候呢，有没关系，我是老同志了嘛。 潘局长，欢迎潘局长下榻本旅馆。哎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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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我闺女回来是不一样啊！这家伙多好，诗雅何许大，收拾不错。什么呀？这是你闺女搞的遮羞布。遮羞布什么意思？她的大连同学要来咱这儿串门儿，欢迎。然后他们在一块儿顺道去北京。赞成。爸，你同意了？我当然同意了。给钱。 领导同意，到会计那儿取钱吧。爸，嗯，我上个月生活费又超了，又捐助贫困同学了是吧？捐助，我自己都快成被捐对象了。你看什么呀？我们同学过生日，花了点钱给他买礼物了。你这是花了点钱吗？啊？ 这都三位数了，三位数就把你吓成这样了。你这是计划不周，家庭财政呢，不予考虑。我说的是真的。那我下个月就要喝西北风了。那也不必，你可以提前支付部分生活费用。爸。（括弧不包括去北京的费用。） 500元，全班最低生活费。你到河西贫困村去看一下，那儿一个学生，一年的学费才300多块钱。那是大连，不是河西。我去你们食堂吃过饭。行，那你下个月就给我300块。左良，她一个女孩子，哪能光是吃饭呢？胖和啊，你爸我哥6个，5个都是农民。 你爷到现在还不愿意从老家出来，你是农民的孩子，不和别人攀比。别说咱没那条件，即便咱有那条件，也不和别人攀比。爸，没到下班时间吧？你是不是早退了呀？你是不是嫌我啰嗦？我哪敢呀！在家在学校，我只有受教育的份儿，哪敢嫌您啰嗦呀？潘鹤，来，帮妈一块去包饺子。我没胃口。 潘鹤，2年的书让你读的学会虚荣了是吧？没办法，咱们家实在无容可言，只好虚荣。你说的“荣”是什么？是高档家具吗？是高档家用电器吗？是名车豪宅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宁肯不要，我这个家没什么修，也用不着折。 如果你觉得这个家对不起你，让你没面子，你可以不回来呀。左良，不回就不回嘛。对不起我，你是对不起我吗？爸，你就不能想一想，我妈、爷爷、奶奶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你以前就答应奶奶，带她去看看北京，看看天安门。 1年2年，奶奶一直等了10年。现在奶奶已经去世3年了，你还是忙。爷爷现在一个人，你答应给他过70岁大寿，可是爷爷今年都75岁了吧？潘鹤，潘鹤，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我爷爷家。你爸这是在气头上。让他去。心里想，孩子说的话有些也是对的。再过2年，咱们买一个稍大一点的房子，让你和闺女好好享受享受。我没有那么高的要求，我就想着，你能不能把我的工作换一换？这么多的抄表员，就我的年龄是最大的。这一天下来，我的2条腿跟挂了铅似的。你现在大小也是个局长，你还真拿我的局长当个事儿。县长才是个字幕官，我这个信访局长啊，最多也就是个这。就知道你会说这一句。 我也知道你累，可是给老婆留不住。哎呦，我张不开这嘴呀！哎，你今天在外边，是不是又遇到不顺心的事儿了？我哪天不是这样？你平时是冲我，要是冲女儿，你只要一发这样的无名火。 我就知道，你这心里准有事儿。娟儿啊，我这辈子要不是碰上了你，现在还不知道啥样。佐良，你是我的男人，我还不知道你吗？ 你的傻事不是我的事儿，我就愿意看到你把工作干得漂漂亮亮的。这辈子跟着你，心里可踏实了。娟儿啊，那你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我知道。 你心里疼我。爸，奶奶活着的时候我小，现在我大了。这次去北京，我带上奶奶的照片，在天安门广场上站一站，也算尽了。 做孙女儿的一份孝心了。啊，潘局长，赵云梯。哦，你就是那个切掉人子宫还想玩赖的那个调解人吧？哪能呢？ 听说你铁嘴钢牙，这也是工作嘛。哦，什么事儿？医院领导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，答应给齐春英一个合理的赔偿。你们提出的那个赔偿额，齐春英不同意，这次又往上提了不少。潘局长，这已经是极限了。这叫极限。 啊，那我试问一下，假如齐春英是你的妹妹，你的妹妹被切除了子宫，丈夫抛弃了她，孩子也被领走了，给她赔这点钱，你同意不同意？我再问你，如果你做男人的那个家伙被切掉了，让你做不成男人，让你妻离子散，给你赔这点钱的双倍，你干不干？你怎么说话的？你可是局长啊你！我要不是局长，我早让你趴这儿了。 亲爱的女儿，如果你有手机，爸爸一定会发短信或者用电话直接跟你沟通。你走了以后，爸爸才感觉到态度不好，对不起。尽管有些事情我还没有想通，但是我知道，用我的标准去要求你们这一代人，总是有不妥的地方。爸爸给你1000元钱，喜欢手机就买一个吧，别买太好的，能用就行。一定要买啊！这次是爸爸真心让你买的。胖和，如果我能接到你用手机打来的第一个电话，那就是说，女儿已经原谅爸爸。 这药啊，一定要按时给他吃。中午饭我会送过来。对了，经常帮他翻翻身子。知道了。丽娟，你徐科长。啊，这是我帮你找的护工。护工？你好。你好。是做梁让找的，说这样省得你天天跑医院了。哎呀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点事儿让大家都跟着操心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啥呀？ 你不知道，他昨天一回来就对着我拍脑袋，怪自己知道的太晚了。快替我谢谢潘局长。谢啥呀？你是他的得力干将，那要说谢呀，他得谢你。怎么样，好点吗？请进。你是啊？ 潘局长，我姓孙，河西村的孙玉新。哦，快请坐。潘局长，什么意思？我儿子给我买了套房子，我一时用不上，你先住着。首付都已经交了，你要是住上呢？ 月供，你自己付，换换环境吧。孙主任，头一次见面就收你这么大的礼，真是不敢当啊！嘿，我真得感谢你啊！河西村出了那么大的事，你一到，三言两语就给摆平了。这呢，表示一下心意。 那件事儿可不能说已经摆平了，你的问题呢，还在核实之中。别说我没替你办什么事儿，即便是替你办了什么事儿，我也不能收你这个礼呀。潘局长，咱现在老百姓都说你这包青天，我不想让河西村的那点破事儿呢，烦了你的心。我呀。 也是替河西村多数的老百姓说几句话。河西村的事儿可不是小事儿啊！你既然心里这样想着老百姓，就应该配合调查组把土地承包款的去向说清楚。潘局长，我是捅埋半截的人了，你呢还年轻，还有远大的前程，可别让河西村这点小事儿绊了你的脚啊！ 老孙呐，你想想，我要是在这么大的事儿上都马虎了，那些没有土地种的村民还不得要我命啊？命都没了，还谈什么前程？潘局长，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啥话也没有了。啥时候想好了？ 给我打个电话。好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外边啊，都下来歇会儿，喝点水啊。来，老太太，哎呀。 看看啊，好里有人好啊！人家儿子在县里当局长，这乡里领导啊就得来给当木匠。你那嘴儿啊！老太太，快点吧，就等喝上2酒呢。妈也得等潘局长来呀。我跟你说，老太太，时辰一过，财神爷可就跑了。你呀，别唬我这老太太，我啥都明白，啥财神爷造物爷的，那都是纸上画的玩意儿啊！要给咱办事的，还得是政府。哎，正好，今天啊，县乡领导都来，我呀，请了一副假。来，准备好啊，先唱着，等潘局长。 局长都是谁了呢？哎呀，下了。好，长怎么样？房子还满意吗？满意，太满意了。哎，那就好。我们娘俩说了，得好好谢谢。哎呀，可千万别谢我，谢谢下属，这是咱们乡啊，民政的好干部，都归了他了。大娘，惭愧呀！你还惭愧什么呢？我们都得感谢你呀，要不叫他长老，我们没这么大能耐。我跟你讲啊，大局长，这大瓦房一盖。 咱村啊，少了个上访户。哥，哎，好几次啊，娘半夜乐醒了。娘怎么样？家里还缺什么？啥也不缺，齐了。是吧？哎呀，信访局的同志们呐，给你了锅底来了。大娘，这是电视机。 儿子，电视机，哥，来，谢谢。怎么样，大兄弟？嗯，这椅子坐的还中吗？中，哥，都是你想的周到啊。局长，你给他送这个呀，我儿子就有腿了。哎，这样啊。 咱们也来个老理儿，我喊几嗓子，图个喜庆啊！祥光西起，紫气东来，今日上梁，和谐安宅，上楼梁喽！起楼！ 好喽，大局长啊，给咱家上房梁来了。咱家有了一砖到顶的大瓦房了。哎，咱们走吧。还去哪儿啊？省医疗事故鉴定中心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快点！哎，好，走吧。 这是什么？潘局长，看背面。什么名堂？这是孙玉新他们找完小姐消费以后开的发票。哪儿来的？你打开账本翻翻就知道了，真账假账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对，就这个。病号什么病号？特殊病号。特殊病号？要真是病号还就好了。是他睡过一个小姐的爸爸，还真把人当老丈人了。荒唐！单局长，你们是有资格查账的主管局啊！要是没有你这把尚方宝剑，我们信访局真是寸步难行。 我说范局长，你别着急，眼下我这手里没有闲人，市里要搞农业普查，马上进行。火烧眉毛，咱得先顾眼前吧。到时候几百号人到省里去上访，这把火烧的可就不光是你的眉毛。我知道，可是这些天我也没闲着，一个村儿的账好查。 法院吗？对。嗯，梁大院长吧？是我。我潘作良。作良啊，有事儿吗？没事儿，我找你干啥？你小子是夜猫子进宅啊！说吧。你可别不识抬举啊！这两天呢，我想请你吃顿饭。嗯，潘局。哎，好。 你等会儿，我给你打过去啊！哎，这谁呢？去兴城疗养的车票，你跟小贾的。你不2年没休干部假了吗？县里特批了几位局长带上家属，一块儿去兴城疗养，顺便再全面检查一下身体。嗯，多长时间？8个月。哦，那贾丽娟知道吗？李燕已经通知他了。啊，知道。 你小子也太不讲究了！我以为在什么星级饭店请我吃饭了。你小子穷讲究什么呢？啊，忘了咱们在县里读高中的时候，一个鸡架子喝了1瓶酒，那骨头还让你嚼吧嚼吧给咽了。现在开始摆上谱了，跟我。走走走，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小事儿。你们法院什么时候进人？啊，给我留个指标。潘赫不是还有2、3年才毕业吗？提前跟你打个招呼吗？不过，还有这么事儿，一个强奸犯，希望你能给平反。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30多年了，丈夫强奸妻子。其实啊，就没等领证就偷吃了禁果，荒唐的年代，荒唐的判决。啊，这是文革时期的案子。这事儿好办，那好，放你这儿。 你可别吃糊涂了，你吃的可不是我的，谁的我也吃了。这笨鸡和笨鸡蛋啊，都是齐孙英送的。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？这笨鸡还没吃完，怎么变这么笨了？你小子绕腾我是不？我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我跟你说，齐春英这个事儿，你们到底管不管？人家医院主张调解解决。怪了，这法院的脑袋怎么长到医院的脖子上去了？ 作良啊，你还是那个老毛病。什么老毛病？理想主义。一般算得上老毛病的，都很难改。哎，是我，李二，你说。好，你等着我。怎么了？医院的那个赵。 又跟到省城去了。你，啊，是我。 你有什么事儿啊？跟他一样，齐春英医疗事故鉴定案的事儿。现在还没有结论，你来干什么呀？还是跟他一样，只是我的想法跟他完全相反。他们医院说调解解决，啊，又不想承担经济赔偿，被害人想通过法律这个途径，他们就阻止法院立案。我说的对吧，赵主任？你什么你？你找个250医生拿人的生命当儿戏，手术后离体组织不让病人家属看，也不让人做病理切片，还毁掉证物。你说这些有什么证据？证据有，到时候在法庭上我会让你看到的。我相信，专家是不会和你同流合污的。你说话要有根据。 你站在这儿就是根据，你来干什么来了？找人来了？没关系，我等。我告诉你，本地的专家鉴定要是失实的话，我就去北京。同志，你心情可以理解，但一定要冷静。在这种昧着良心做事的人的面前，我能冷静得了吗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我们尊重专家，更相信，在这个世界上，像他这种人少。 这个人谁呀？县信访局局长潘作良。由沈阳经本站往新城的165班次列车，在高站进车时间我在等我家那口子呢，你们先进去吧，抓紧时间点票。哎，我马上给你找去啊！丽姐，潘局长找你的电话啊。喂。 你怎么回事儿啊？哎呀，老婆，我今天恐怕过不去了。我今天不到，明天肯定到。人家都是一家子，我去算啥？我不去了。去呀，你又不是不认识，是不是？我晚到一天，我给你补3天。来呀，我去。谁是齐春英啊？我是齐春英。结果怎么样？你的结果出来了，主任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。春英，哎呀，潘局，咱赢了。 局长，谢谢。早点告诉你吧。去啊！对不起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。这回咱就在海边上，啊！不去。你说我刚才躺着做梦，我还梦见你在那玩的挺好的。我这次可是给你办事儿的。你给我办事儿，我不领情。你去告诉那赵玉秀大姐吧，西城阳的案子赢了。是吗？是，医院最少得赔偿他17、8万呢。真的呀？是真的呀，我呀还给他争取到了生活补助，还有医疗保险2项呢。 是吗？当然。你说这事儿我不盯着成吗？你老公行，办事有点小力度。哈，去你的！当初眼光不错，没看错我。得了吧你！一说到这儿就笑了吧？韩局长，这事儿吧，他也不怪我。其实你们要不是今天推明天，明天推后天的，早点拿走，能有这事儿吗？哎呀，账本啊，上100万的账本啊，账本擦屁股还嫌硬呢，谁要那玩意儿？那你要是没用啊，可早就有人惦记上了。这次全县普查呀，特别顺利。 全靠大家伙的努力，略备保酒，招待大伙儿把酒杯端着来，为咱们成功干杯啊！哈，潘局长，啊，来，单局长，河西村的账不用查了。潘局长，今天这边完事儿了，我们马上介入查账的事儿，马上。 河西村的账被盗了，账被盗，你找公安局办案呢？你们要是早点进入，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。我说潘局长，这钱要是放在你左兜里被偷，放在右兜里边就万无一失吗？你说的这还叫个话吗？潘德良，你说话干净点儿。我单守成也是一局之长，不是跪在你面前求你办事的上访户。那好，咱们去见张书记。 你见谁我都不怕，潘德良，你别以为就你一个人是忧国忧民的好官，你是包公，别人长着脑袋也不是吃干饭的。单首长，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。家属来了吗？我就是大夫。患者是顽固性高血压，还有多年的面部痉挛，你知道吧？知道。他需要做开颅手术。开颅？哼，这回好，死无对证了。对证不对证，跟你没啥关系吧？可我是村委会主任石油丢的。 有人说我姓孙，跟你穿一条裤子。让他们说去，你矫正还怕鞋歪呀？啊？我就怕呀，怕这双歪鞋让我臭一辈子。让我们一起看一眼好吗？现在不是开始时间，你们不能。我们再看一眼就快了。什么呀？到别着急。潘局长才奇怪，你们这么多人进去，影响他休息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就再看一眼。对，就看一眼，真的，真的啊，真的，哎，行。哎，同志，来，下去接吧。 潘局长在哪房间呢？啊，就在里边。你让我进去。潘作良是我儿子，啊，我是他妈。你是潘作良他妈？对，你这潘局长他妈这是。我咋不认识你？你是谁呀？这是潘局长的父亲呢。啊？啊，查不了账就分不了地，这一竿子指不定指哪年去呢。那不行，我们还得接着上访。四亮啊，哎，感觉怎么样啊？还好，差点开小差逃跑了，怕你拿我问罪，这不又回来了。手术定在什么时候？你问他自己吧。左良啊，工作方面的事情你听我的，啊，家里面的事情你要听丽娟的。我不是不做，我是晚几天得做。早也好，晚也好，你必须要听弟妹的，听见没有？好，好。哎呀，张书记，贺喜春账本全丢了。只要你在，什么丢了都不怕。我知道你们在怀疑我，这些账目丢了，我有责任。光负责任有啥用啊？顶饭吃啊，顶地种。要我说呀，上访，如果要不回这土地呀，咱这一冬就在城里住了。对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大家别吵吵了，别吵了。给我3天时间，我去县委。如果3天之内没有结果，我和大家一起上访，行不行？ 案子办得漂亮，榜样的力量。安心工作了。嗯。哎呀，这么大的人情，回我家白费了。 法官们不做了。你不是要求要安心工作？哎呀，你这一安心呐，我还真不想要你。咋的了？哎呀，通过齐春英这个案子，人家梁院长相中你了。 真的？你看。 露馅了不是？以后啊，咱们信访局有事找你，你要是敢给我摆法官的架子，我立马我就把你调回信访局。我不怕，没准啊，到时候我巴不得你把我调回来。开始忽悠上我？不是，不是忽悠，潘局，你真让我走，我真舍不得。 谢谢你了，老徐。潘局，我们就先回去了。好，那好，我走了。那个老徐，你留一下，我跟他还有点事儿。啊，那我就先回去了。好，路上当心啊。哎，慢点啊。嗯。哎呀，老徐啊，你把这包递给我。这个。哎。你把这表填一下。省优秀信访干部，这可不行，局长。 这全局上下公推这个优秀局，应该是你呀。局里哪件事儿我不应该干的？啊，局长组已经决定了。这可不行，真的，局长，我觉得我还不够格。你是老大哥，嗯，要是没有你的支持，我在信访局一天都干不了。拿着。 孙运新要加害我，我也不是好欺负的。这是所有账目的复印件，大钱数的，我还留了原件。老孙，这是什么时候干的？你那次提醒我，我就做了。你看，果然出事了。常委书记，您找我。啊，按照常委会的决定，全力以赴办合义村的案子，由纪委牵头，检察院、公安局谁的活谁干。10天之内，我要结果。 是我们河西村大喜的日子，土地量化工作在潘局长和县上领导的亲切关怀下顺利的完成了。现在由村民代表交换合同。下面请潘局长讲话，大家欢迎。乡亲们。 3个月前，我把乌纱帽交到你们手里，现在我就问你们一句：我这个信访局长，还有没有资格干下去？有。那就剩最后一句了。我代表辽中县信访局，给大家拜年了。祝大家来年五谷丰登。 阖家团圆，给潘局长拜年！潘局长过年好！潘局长过年好！过年好！过年好！ 哎，哪位？我是河西村的，我们村的地又被人收回去了。听着声音很熟悉呀、啊，快出现吧！被你听出来。